看起来宜翔手感是在的哦，这一球直接射到禁区的阿拉六、杨继敏跟 Mullins， 阿敏也回来了。教练在使用他的情况之下，会有效率的去使用，并不会像之前每场让他打到十几分钟。这球没接好，再给阿敏。时间到点之前抛进两分。哇哦，对方也来得很快啊，阿敏，这是钢铁人必须要注意的。阿米没有人看守，哎，这个三分球士官长来了，周瑜翔来负责盯防 Manigao。 阿米要面对张博维，球弹进 in one。 哇，阿米在低位单打能力真的，这两季阿米的罚球也是相当够水准的，今年是85%的罚球命中率。球在前几次比较没有流动的情况下，右围选择自己单打，其实也是一个不错选择。哇，张博维差一点防守成功啊，但是最后阿米还是投进了。结果铁米吊球，在抱怨的同时，对方已经是兵临城下了，又是杨敬敏。是，你要把比赛看的是世界，你不能全速跑的力量去跑马拉松啊。对，对张博维，对，哇，又是一个底线丢的一个空档。阿米今天不用等到第四节，第三节就开始上班了。是，波穆伦斯是场上最高的球员，另外一边是阿米。哎呀，周瑜翔球掉了，陈俊南的超截，前面是阿米，球没进，但有犯规。是，就是在传球的失误要注意一下。这是半场结束时双方的差距。对，阿米切入禁区有，哇，理事长慢慢在上班哦。第四节，阿米再给外围的 Mullins 投进了三分，这个三分线不能放啊。哇，现在 T 中直接上去防守了，外线阿米出手，哎呦，差点被他投进，不过周以翔犯规。是，是篮筐的后方。对，拿下今年赛季的首胜，全部的球迷都一起来迎接这非常辛苦的一场胜利。